郑则仕老师的故事就励志很多了。郑老师是拿了很多奖的，别人都是拿奖拿到手软，郑老师是拿奖拿到破产。让我很疑惑，难道奖是买来的吗？有那么贵吗？你是不是被人骗了？有可能。我手里面还有几个奖，我卖给你好不好？便宜一点，便宜一点。郑则仕老师这些年总有那些去世的谣传，非常不应该。大家总是在怀疑郑则仕到底还在不在人世。有些人认为他在，有些人认为他不在。所以郑则仕不是普通的肥猫，是薛定谔的肥猫。郑则仕，郑大哥，长相特别憨厚的一个大哥，而且凭借这张憨厚的脸，他的戏路特别广，就亦正亦邪。就演正派一脸忠厚老实，演反派一脸忠厚老实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不光演戏这张憨厚的脸能给郑大哥带来好处，后来就经商，出借着这张憨厚的脸赔了2000多万。欠了很多钱，欠钱之后人家也没想着去躲避，就一直努力派人散播着自己已经去世的谣言。结果观众都信了，债主没信。得了，肥猫郑则仕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演过很多戏，最近一次就是《醉龙》。当时我邀请他呢，说：“哎，以前你演泼猴，现在演醉龙。”他就说：“喂，这体力可能不行啊，以前泼猴断了一条腿，我都追不上，你还要我去追条龙？”郑则仕出道以来一直都挺稳的，不争不抢，你看他一辈子都没有什么花边新闻。你们别以为没有花边新闻是因为他胖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胖子也是可以很多绯闻的。郑则仕一位优秀的演员，这些年呢他不怎么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，所以我就在网上搜他啊，相关的搜索都是郑则仕还活着吗？郑则仕怎么又活了？要说这位网友啊，你也真是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不知道啊，猫有9条命，肥猫最少有18条命。不过肥猫这个角色确实深入人心，给我感动得够呛啊，简直就是中国版的阿甘嘛，是吧？啊，就是身材不像。看完我就觉得 Life is like a box of 巧克力糖，被郑则仕吃了个精光。哇，郑则仕老师，大家都知道业界的前辈非常的敬业，以前啊，为了演好一个上海人，在上海吃了2个月的馄饨啊，就是为了练练上海话，融入一下上海人的生活习俗。后来经纪人看不下去了，就来说：“那搞美爷啊，戏都拍完1个月啦，回香港啦，肥仔。”肥猫。郑则仕先生啊，被人造谣去世最多的名人，你说这媒体的没办法，他造这种名人去世的谣就得这样，造这种啊年纪偏大的，然后在观众心中有地位的人名人，大家才会听这种谣言。所以今天在台上有资格被造这种谣的人也不多，这是一种荣誉。你像胡涵没有资格死，啊，黄圣依好像可以走，毕赣要被造谣去世，大家看到新闻的反应都是啊。哎，原来他那个字念干呀！啊，长知识了，长知识了，长知识了。